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当前北极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，各方应该加强合作，珍惜和维护北极和平合作的大势。中国是近北极国家，这不仅是不容否认的地理事实，也是北极与邻近地区在气候、环境、经济等方面相互影响的自然和社会事实，不以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意志而转移。作为负责任的大国，中国致力于维护北极地区和平稳定，促进北极科学研究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。中方愿意本着尊重、合作、共赢、可持续的基本原则，与各方一道积极应对北极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，不断充实冰上丝绸之路的内涵，增进共同福祉，发展共同利益。